很多朋友都来不了，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直播的方式，让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观赏一下我们的这个家乡的这个冬捕节。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过来的，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捕鱼节，一路上 S21 道路特别的畅通，到了福海了以后景色也特别的美，而且今天参加这个捕鱼节的活动，这里的人民也特别热情，而且这里的景色也好，这里的美食也多，尤其是鱼。今年呢，我们准备沾点鱼的福气，把福鱼带回家。